咱所有在座的农民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来最主要是转达吼咱蔡英文总统对农民的关心啦。那么伫北农吼，这个有一家公司啊，这个休困吼休息啊，加薪解工了后吼，影响到咱啊农民的这个收入吼，特别是伫影响到分娩吼，啊所以总统非常关心吼。啊，当然行政院啊，义不容辞啦。啊，何况呢，我第一时间吼，就接到咱李金龙李馆长的电话，啊，又特别咧讲吼，啊，这个农民吼这边啊，影响真大。那么农委会咱李主委、林主委甲陈副主委啊，我们也真关心吼，啊，真积极，马上由副主委落来分娩吼，啊，参咱馆长大家共同合作，啊，共同解决。那么头拄啊，李馆长你讲起的吼，根除的这个费用，咱行政院农委会吼会来全部买单啦。这袂使讲分娩的农民受影响，啊，结果承担的是分娩县政府吼，安尼就无理吼。啊，分娩县政府到底拍拼解决问题已经真好啊吼。那么另外这个育能的这个费用呢，我有来请啊农委会吼来协助。咱希望讲吼，啊，大家共同拍拼吼，啊，甲问题解决，哦，也互农民诶，会当较过较好诶生活，哦，即就是蔡英文总统伊最主要目的，啊，嘛是行政院，啊，我本人吼率领农委会主委、副主委，啊，各位来到咱分院最主要目的，哦，多谢大家，好，多谢。